我们美丽的妾来过个冬至，给我们一个应景的幸福的画面。冬至快乐，保暖。好，来，还有一束大鲜花，谢谢。来来来，你站到另外一边，站到另外一边。好，我们三人合体一下，一个人拿着鲜花，好，一个人拿着汤圆，汤圆也寓意着我们的上岗肯定是圆圆满满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粉丝。好，再过来一点。好，最后一个可以吗？好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。好，看前面哈，谢谢。在那边哦。好，请看，先看右下边，右下角，右下角。右下，右下。好，接下来三位请视线一致看左边。好，左边联盟的2018年，刚刚讲新年要到的桌历啊，这个是赠品哦，啊，全世界就两本啊，预算有限的，没有啦，这个还有的送，还有的送。你们是拿到全台湾的前两本，好，来。来讲，等会再合影一下啊，合影才可以报账啊。来，长官说那两本怎么少两本呢？在这里送掉了。报告经理。还有没有？好，谢谢。看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谢谢我们两位粉丝代表。回到三国时代，百姑娘抚琴的面貌，这个古筝，古筝代表的军师联盟，鼓舞人心，而且收视蒸蒸日上。特别好，也请这个君宁呢重回到这个古代的现场，古典美人非他莫属啊！以古以今的张君宁真的是太美了。好，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哦。来，谢谢，可以吗？还有哪边？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画面特别棒，特别切题。好，感谢感谢，我们再回到舞台中央来。佩服你们把这些词都背起来。好，预知详情，请锁定。军师联盟，对了，好，里面有很多古人的智慧跟古人的学问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因为你刚刚前面讲了今年的这部戏的金句，妾就是圣旨。对，今天真的有圣旨到，你要准备接旨。那我要跪了，我要跪什么？没有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圣旨到。这喊起来就觉得要跪了，好可怕。好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既要贴回来是不是？我要把手卡藏里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预祝中国电视公司12月25日8点档《军师联盟》收视称霸接旨。谢谢。好，刚刚因为我以为里面12个字都会写，没想到一打开，哎，只有4个字哎，这要赶快拿着，太少演古装戏了，奉天承运都来了。好，奉天承运啊，我们再念一次啊、哦，皇帝诏曰，我们预祝中式的军师联盟收视称霸。哎呀，这是皇帝的圣旨啊，所有台湾的百姓都要听了了啊，8点就要转中式，谢谢。好，来拿着这个非常霸气的圣旨，不只是只有圣旨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圣旨加持之外，刚刚讲戏里面的吉祥物是小乌龟，小乌龟也要来加持了。来来来，这个戏里面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小乌龟也来，哎，这个龟，哎，我们讲说拍戏最怕什么动物啊什么的，这龟好控制，这龟可乖了，真的吗？可会演了。因为一般拍戏，你说狗啊猫啊，可能有一些那种专业的驯兽师，对，龟会演戏。他反正他是只要待在那儿就好了。不，有时候比如说他的尾巴或者头就会不会就缩进去？我觉得其实人家说乌龟有灵性是真的，真的拍到他的时候就是会动一下。你说他的龟的他就他的头就会伸出来动一下，这么有灵性啊！非常有灵性，哇，很专业的一只龟，刚好搭配龟毛的二位哈、哦，还有我们刘涛老师哈。这个龟呢，其实我们都知道龟也是很有灵性，而且是很吉祥的，很长寿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盛会呢，我们也邀请董事长还有总经理上来，我们送上一个更有寓意的跟龟有关系的安古龟给张君宁。哇，收视率长虹，最旺的安古龟，最旺的张君宁，最旺的军师联盟。好，希望这只小乌龟呢，这个非常的可爱的啊、哦，然后呢，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吉祥，让我们的好戏开播之后收视长虹。好，心猿意马的小乌龟，非常的卡哇伊啊、哦，也是这个戏里面很萌的一个角色。来，三位，我们视线一致啊、哦，
可以吗？虎哥，好，谢谢，来右边，麻烦，谢谢。非常非常吉祥的一个礼物送给将军您。好，还有哪边啊？中间麻烦啊，长官，长官您看，长官在帮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么长的时间要跟台湾的观众们见面了。就是军事联盟是一个花费非常多，但是主要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大家很多的创作在里头，会让大家看到一个用心制作的剧组跟一个戏，所以千万不能错过。好，请锁定12月25号开始中视八点档军事联盟，我们下周见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也祝福君宁啊，新年更上一层楼。谢谢谢谢。